好，我们把那个魔将妙音哦打死了嘛。哎，门好像没开，我以为打一打门就开了，但是还是没开啊。这到底要怎么开？好，既然打不开，我们就继续往上走，看看上面还有什么。一定是少拿了什么东西。嗯，好像回来雪地了呢。咦，这里有路。哦，他这里也有路。这里是通往哪里？看一下。又有两条路，嗯，这一条感觉有，哦，没有，应该没来过。怎么感觉这边是一个战场？前往啊，可以前往。对对对，既然来了，看一下吧。
走这里对吗？不要给我，等一下就马上立马打伪王了。我感觉这边是最后要来的，因为我前面好像要打到一个龙吧，然后就我已经打了两个王，所以说这两个有变成画像出来，然后还有一二三四，还有四只王吧，应该是这样。刚刚是往那边吗？我们先往上面。这里是不是回到那个地方呢？就是打龙的地方。好像不是。喂，上面好像有声音。哦，又是他。哎，有多其他人？巧了，天寒欲故友，夫复何求？来来来，一起赏雪吟诗。给家乡水，亲不亲？亲人。我靠，又不一样了。亲不美，家乡水；亲不亲，故乡人。亲爹。莫急，猴兄弟，来，先坐下。那怪，黑毛赤尻，面相尖碗，
可不好捉啊！你虽有些粗浅修为，但这极为之地，天寒地冻，胡乱清造，性命难保。今日既有缘再见，我便教给你一招防身御寒的小神通。 我非一般人，此非一般火。以后无论伤了、累了、冷了，就用棒子在地上画个圈儿，凭他什么虎豹狼虫、妖魔鬼怪，拒莫赶进。哦，我本身会一个定身法，然后这是安身法。我嘞，我觉得我还是暂时用定身好了。 变身我觉得我比较需要用到，这边貌似有路可以上去。哦，有宝箱，这里是去哪里呗？ 元帅还是不肯归顺吗？再忍一时三刻，怕是就要化为脓血了。<笑>好妹妹，里面凉快得很呐，就等你进来与我一起双修了。<笑>元帅说笑了，你若放下执念，我自然会选师傅放了你，到时便可同修大道。哎，我可消受不起。 看来那老贼得了师兄的玩意儿，果然功力大涨，连你这冬天小官都被训得虎虎生威。不过听这动静，天命人已停了塔下的金箍，好妹妹，估着这金疙瘩要等不到你师傅来开喽。这金挠是祖师爷的法宝，小小天命人，如何破得了？ 这下面是他，什么舍不得归不归的？刚刚闻到一股骚味，这味道好生亲切，忍不住敲锣迎接。师父吸你腹血，饶你一命，让你在浮屠塔底清修，既不识相，小西天的极乐之境，怕是与你无缘了。 可以不要那么快吗？还有吗？没了，我要抢！哦，哦，是这样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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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
可以。只要放下攻心。雷龙，真多招。哦，我靠我靠，这般想救谁有来救你？寒雷，无边！啊！
你别说错，猴子最是冥顽，倒也无妨。这金脑，休想打开！ 棉花使人呐，拖拖拉拉的，老朱我在里面都快淹硬了，让开让开。 人不人，鬼不鬼的婆娘，不想让当年在天上，我几十拿正眼看过她。哼，又是这个模样，猫脸猫眼，尖嘴缩腮，全长着命大。又是个哑巴，算了算了，正事要紧。这只老龟，我倒有几分交情。这黄眉老怪不同别个妖王。 花果山那只老猢狲特地没我来助你，生怕你中了他的算计。他和我说，只要凑齐六根，便能救活大师兄。哼，我且信他一回。我先去试试救，你四处查看一番。OK， 我确实需要四处查看一番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最初的那只龙。 抗金龙，我们来看这附近还有没有什么可以逛的。啊，我们来到这个安生寺。那刚刚那个我们去的地方是打抗金龙的，然后那边其实就是有素材而已，哦，没有什么其他地方。啊，我们本来是在上面嘛，我们往下，我们走一下看一下。 哦，来到这边有三条路，一条是中间，右边一条，左边一条，左边先看，左边这一条跟我们刚刚走的好像有点，哪一条好像类似？哎，又好像不一样。 哦，我靠，很痛。
这边还可以接着走。嗯，这里来到哦，这座庙了。接下来就走右边看看，看看这边右边有什么。这边就这样而已呢。满山满谷都是妖魔，凭你的本事，哼，怕不是没寻到黄眉老贼就死在半路了。喂老弟，这么多年被封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苦了你了。你放心，等靠岸了，我一定上去先砸了那小破庙，给你和蛇兄弟报仇。是在这候着，我去看看你那兄弟怎样了。哦，前面那个是什么？哦，他会帮补血啊！随随便便就行了。梅老怪的手段着实狠毒，哼！你这没本事的哑巴，去了也是送死。啊？所以这不是要打王的意思吗？那这边没有上香的地方吗？小意思，石钉耙，想跑？没有没有。没闪好，哦，会缓速啊。
哦，老孙不行了。出的路，趴下！哎呀！哎，来不及定他。我感觉猪八戒没用啊！哇！哦哦哦哦哦哦！哎，没打到他。啊，绕跑。哦，对啊，哇！老兄。蛇将已入轮回，你莫再哭哭啼啼了。水蛇二将竟被折磨成了这般模样，他的泪滴可大有用处。这是他的答谢，你速去收下。回来拿这个，这个可以得到什么？哦，龟类。哦，饮食酒食的东西啊，就是喝酒可以附加的能力。